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点 Minecraft 啦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 Minecraft 的这张地图呢，是我们之前有玩过第一集，不对，不是第一集，我们有玩过它的一代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玩它的二代，一样是 Unattended Block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的第二代长怎么样。它这次怎么做的这么漂亮？跟上次比起来也差太多了吧？Ultimate block da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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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 push the button to start， 这边是开始哦，这是规则，我来看一下规则是什么。哦，他改了，他说 no cheating， 有人跟我说那是不要作弊，我那时候看错了，他说不要作弊，不是不要聊天哦，不要作弊。然后 only use advanced mode， 就是 game mode 2嘛。 OK， 我来先设一下哈 mode 2。 OK。And enjoy. OK， 好好玩这款游戏吧。Map information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说些什么东西。我没看到。Map information: The aim of this map is to craft the ultimate block to craft it. You must need to complete all the level to craft it. 就是你必须完成所有的所有的等级。哦，它现在是用等级来分，不像是上一次是用。一关一关来，他现在是用等级，你必须 完成上一个等级才能到下一个等级，然后你要全部完成它。这个 map 的时间大约会花20到25分钟。OK， 这个是作者，这也是另外一位作者，他把他的头放在这里。好吧，那应该没什么太特别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啦 ，Go。OK， 有他们的 YouTube， 一个是 Tom Cleese， 一个是 Pixfold。对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哎，地板会亮哎，好酷哦！而且他们会一直换玻璃哎，这是鬼火吗？哼，鬼火 level 9。OK， 这一样要做一个那个我们最终的合作。来啊 ，level 1在哪里？直接来挑战啦！这也太阴森了吧！哦，这是我们刚刚来的地方。OK，level 1，level 1 maze 迷宫？迷宫吗？哎，哦，这个迷宫是看不到的。Nope， 这里，走这里。我现在是按着往前哦。各位，我现在往前。卡住了，后面也不能走，这里也不能走，完蛋。这里。哦，我没有往前了。找到路往前就对了。这里吗？这里不对，这里走错了，不是这里，要回来一点，不是这里。这里有路吗？这里是个四格。OK， 这大家看不到真的很痛苦啊，因为我也没办法去说这个要怎么弄，就是有时候会被卡住。这条路应该是错的、哦。OK， 我们可以先回来一点吗 ？OK， 我们回来一点，有没有别条路可以走 ？OK， 回来，左边一开始出来，哦，有，我找到一条左边的路，卡住了。OK， 这个迷宫很 Juke 人啊，所以我们这边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到最前面的路了吗？这边有一个四格，然后我们这边往前之后就卡住了。这是哦，还有最旁边这一条可以走哎。OK， 好痛苦，怎么会？这里吗？这里是一条横的狼，哎呦，有感觉了，快到了吗 ？Yeah，complete。OK， 我们得到了一个中介之眼，那我们来玩第二关吧，这是 Level 2吧 ？OK， 没错，第二关，跑酷 ，Parkour，OK 的，啊，没事哎。好了，这个没死也要自杀了哈！啊，跑酷是吧 ？OK， no problem。坏，为什么我上不去那个地方？OK，nice。
OK, nice. 这边跳过来这边 OK, nice. 过关啦。Oh no! 还有他不会要我重跳吧，如果我这边失败的话。拜托不要好吗，我很认真的，我是个认真的孩子。不，我要重跳，我的天哪、啊、OK nice 过来了，不过还有第三关吧、还真的还有第三关欸。 OK 我是要看着这个透明的东西跳是吧？ OK 没问题没问题，哼，试炼 OK 的，有没有？ Yeah you complete nice。 哇，连续三关欸，其实这还蛮有挑战性的，应该是我跑酷太烂了。好啦，那我们的 level 3是什么？ Run 跑。哦对，他怎么会消失不见？这样我这关是不是永远过不了了？他有啊、哦，有重新设定键。哎，我没有跑到。OK OK nice nice nice， 快快快快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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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面的跳啊！啊！好，我刚试了很多次，我大概知道了，我们可能等一下跑的时候不能单纯的跑，我们应该要加一些跳跃进去，就是跑起来的时候我必须要一直跳。再一次再一次，好，我们快成功，我们快成功了，已经找到诀窍了，快点快点再跑啊，四分之三四分之三 OK OK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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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 ？Nice， complete， 终于过关了。他们给我一个什么？level 4的 key。哦，第四关要 key 是不是？哦，他没有放在上面呢。OK， 我们过关了。Pilot， 这是飞行员。Our helicopter has end of 什么 Mr. Driver， you need to jump from here. There is a house where you can contact back to the Airport， 总之我们要跳下去帮他找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哦哦哦哦 ，OK， 这是一个飞行船吗？哦、oh, ，OK， 他就在这边等，然后我们要下去是吧？这是云吗？这是云是不是？哦哦，这不是云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这是会踩到会很痛的东西，这个是水吗？我看到水了，我看到水了。我们靠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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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边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OK， 差一点。有啦，水，踩到水喽。然后呢？开门，按钮。Hello, Mr. We hope you all complete. 过关。Now you are safe. 第五关。啊，他给我多给我一个铁砖了。Find the button， 哦、oh, ，又是上次我们玩第一集的第一关是吧？20-16+6是多少？20-16+6这是个小学生都会的题目，那应该是10吧？20-16是4+6等于对10，没错。OK， 10 ，and then place a button， 不是啊，10 ，OK。十怎么拼 ？ten 十没有啊？不是，这附近没有东西，那边有人哎。嗨，十，然后呢？不是，我没有东西可以做。十，然后箱子里面是空的。Use it if you didn't know the answer. 哦、oh, ，他是说可以提示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我看一下墙壁上的图文，没有任何机关吗？地板上是石不是吗？石啊，对啊，石。好啦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。Open the好生气哦，居然是要开十四箱子，他多给我们一个铁砖。再来是第六关，第六关，第六关。Dart Bridge， 这次又要射岩浆了吗？诶，对面感觉有东西，是要射牌子吗？不是射岩浆，不是射岩浆，是要射牌子吗？哦，我看到箭了。哦，这样有射中吗？下来一点 ，Rock and Roll， 哦哦哦，我是神射手 ，Rock and Roll， 哦哦啊！到底有没有射到啊？射到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会跑出桥吗？射中会有什么样的标示？哎呦呦呦，这个中了，这个中了，这个中了，好，这个维持这个高度，这里，差一点。左边一点，再高一点点，没有中。我剩八只，六只，这个高度，哇，差一点，要再前进一点。为什么他的剑会从我面前掉下来啊？他是为了影响看，让我看那个轨迹的意思吗？啊，没了。OK， 重来。成事不足，年年有余哎。嘿，有没有？这次就准多了。嘿，有没有？这次就准多了。耶嘿，哇哈！啊！啊，路还在，耶嘿！这路是圆的吗？我有没有看错？没有，我出现幻觉了。射中喽 ，complete 的。这样我们要来到的第七关，他给我一颗钻石了。OK，push what？push what？ 他上面写什么？push the sponge 是这个东西吗？那这个是什么？哦 ，reset。那这是什么 ？Place the key。这边有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是先推到这边来上去，该是啦。哦 ，sponge， 又学到一个单字了，是什么？海绵的意思吗 ？OK，OK， 推过来，我就可以上去喽。上去有什么？箱子。哦，都给我个海绵，这是海绵欸，我们上一次也有玩到这个，不能直接放进去吧？应该要放在这个上面。OK， 到了，不要再推了。把海绵丢进去之后，哦，他给我个压力板 ，key 踩 ，complete。哦，这一关还蛮简单的。第七关，再来是第八关。Sorry， 啊、oh ，第八关 ，color mixing， what？ 他给我几个玻璃，这里面有三条柱，哦，哈哈哈，我知道了啦，它是这边射光束，然后我们要把它调成这三种颜色，这种啊，好，我来想想看哦，这是白色玻璃。然后他有说亮的颜色都放在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这两个应该是放白色，黄色放这边哦，这就变黄光。然后黄加黑，黄加黑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 ？OK， 谢谢大家 ，reset。
欸，不难，不是不难啦，不简单欸。这是什么颜色啊？我现在调调看这个颜色好了。黑色，中间差一点红色。这样是不是太亮？哦，这样太深了，这样太深了，我们要亮一点哦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它一点黄光。黄光，再给它一点红光。红光，我怎么觉得调出来颜色很像中间这一条啊？欸，我真的有色盲欸，这关怎么办？这关我要卡，又要卡20分钟了。红色，红色，哦，这样就会加强它的红色。然后这个是，哦，放反了，完蛋了，这好深哦。Oh my god， 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先冷静下来，我们把颜色先分清楚。这个有点偏土，咖啡色。这个应该就是粉红色，没错。这个有点像是银色，对不对？这个颜色真的，我们先来配这个颜色好了，因为这个只要两个。那我们就先用两个配看，然后如果配得出这个颜色的话，这是淡黄色。配得出这个颜色的话，我们再来解其他，这比较快哈。然后我想看哦，红色配白色，这样是粉红色啊。但如果配黑色咧，白色配黑色是银色吗？所以这个是这个哦，哦，哦，这个是这个啦。所以黑色用在这里，那最右边怎么办？红色，深一点，白色再浅一点，然后再给它一个红色。这颜色对吗？呵呵 ，OK， 好，黄色、红色、红色，这是橘色，黄、红、红、白、红、红，这两个对调 ，OK，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这个是白黑，然后这是黄、红、红，这是白、红、红。Yeah，Yes， 我们拿到了 key。哎，我们第八关过了吗？哎，我们可以进去第九关嘞，是吗？哎，我们刚刚玩到第几关了？要玩第九关了吧？我拿到个 key。哦，对，我们要玩第九关了。Final level， 哦，最后一关。哎，这是什么 ？C L O N A， 化学式吗？哦 ，Water H2O。哦 ，Yeah。这很简单诶，这个是大家应该自然课有学过。The first puzzle 是吧？是第一关吗 ？The first 哦，第一关是 maze 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迷宫。Can teleport with 用什么东西可以 teleport？ 终结珍珠，Ender Pearl One， Ender Eyes， Ender Chest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应该不是眼睛吧？应该也不是这个吧？应该是这个吧？哎呀，死去 H2O。OK， 所以是中，所以不是中介之眼哦，是这个、哦、中介哦，是 L 啦 ，Pearl， Ender Pearl， 哦 ，Ender Pearl。OK， 又学到一个了。Which color not in the ultimate block？ 有什么颜色不是在最后合成箱子里面会有的颜色？哦，完蛋了！我想一下哦，它会放出什么颜色的光？红光、黄光、蓝光？完蛋了，完全不记得那个图案的颜色。我猜是蓝光，这应该是黄光啦。我没有看，刚看到黄光。应该是黄光吧？随便乱猜一直错哎，这是没有红光啊。OK，finish、okay. in Minecraft can get OK iron door achievement book saddle 什么意思？沙子？等下等下，我前面就可以做东西嘞。我现在材料都齐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少一颗钻石啊。等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
完成麦块没有办法得到什么？钢门？钢铁门吗？所以这样就过关了吗？啊，我过关了吗？啊啊！令人兴奋的时刻又来了。OK OK。哦，有黄有蓝啊，看到了啦，就这个啦，他们做的这个。嘿嘿，所以这个钥匙是干嘛的？哦，这我踩起来的。哎，我放了。哦，每次都这样子，超恐怖的，每次都这样子。再好再好，很危险，随时会被吸走哦。Thanks for playing。第二集，不是第二集啦。This map made by Pixvolt。Loading， 哦，他要把我传到红石机关去了。我发现他的第二集其实做的也是蛮好玩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影片下方更多资讯，然后下载这张地图跟你朋友一起玩吧。如果大家还喜欢这一集麦块的话，别忘了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